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种语言，它不是中文，也不是英文，但它能够串起人和人之间，这就是爱。看不见，也摸不着，但是呢，却能够传递每一个人心中的温暖。今天的 Chubby 马来通，我们要来教大家的是，让爱传出去。当我们说“爱”这个字的时候，你会比出什么动作呢？可能是，或是，这些动作呢，都是拍照姿势，它不是真正的手语。手语里面的爱呢，是摸摸一个人的头，这个在手语里代表一个人，摸摸他的头呢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含蓄的一种爱。那么说到这里呢，其实这是台湾的手语，它并不是国际通用，但在国际上呢，有一个我爱你的手语。这个手语呢，就是国际通用的。它的来由是 I L Y，意思呢就是 I love you，我爱你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手语呢，就是我爱你的国际手语。那今天的这首歌呢，叫做《让爱传出去》。让的手语是这样，让，好像我很愿意让你先让。爱是一种无声的语言。这个语言的手语要怎么比呢？语言，语的手语是这一个，大拇指、中指和无名指叠在一起，从嘴巴出来，语。那言的手语呢，是好像一个赞的手型，但是放在嘴巴的前面。为什么是这个字呢？因为它是一个字形的手语，再加上了一个口，所以语言是这样比的。不过啊，通常我们会直接比说话这个手语来代表语言。那手语歌呢，其实啊是用身体的肢体，还有一些手势呢，来传达这个音乐的节奏和情感。通常呢，都是听人呢想要学习手语，或者是呢接触到聋人世界呢很好的一个开始。所以今天的 Chubby 马来通呢，我们就要一起来让爱传出去。